人这样子，超贵的。我下巴弄睫毛，我说在这边。Hello， 我是今天不小吴，四月私心爱用品大推荐。还记得我们上集的爱用品大推荐，什么东西最夯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无印包包吧？不对，是 HDMI 线。大便留言一长排说，请问那个线球那个线，不知道是小吴递到我这里来，然后我还跟大家说，他就是路边卖的。因为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爱用品系列，我们最近到底有什么爱用的东西呢？你们今天应该是美妆相关的。我东西很多，我很爱囤货的。美妆教主圣元，小吴这双鞋有点特别，是吃的，是吃的。圣元上你吃过？很妙，是。对，这个应该被发明，是不是？被发明，起司酱。我跟你讲，自己去买薯条、买咸酥鸡、买鱿鱼，随便你玩，你买什么都可以，超好吃。英文变好，他要拿什么？立马。Whatever， 他要说 whatever。他就是先把你的起司全部融好，放在这。对，起司酱超级浓，辣鸡球的部分。好屌。让这个可乐酱沾上来。哦。我吃至少五六罐了。上次去他家是沾薯条，他真的非常百搭，好屌。好吃哎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我第一次发现。长得很雷，而且超好吃，超好吃哦。那我介绍下个东西呢，就是说你们都知道小吴是个很懒得保养的人，真的女生都自己去爬文，所以最近好什么东西，欢迎大家。是我都是朋友介绍我什么我就用什么东西。前阵子朋友推荐我一款泥膜，很好用，换我来介绍这种，我脱他的稿，脱来介绍给大家，就是这款巴黎莱雅 L'Oreal 这个除了唇膏很红之外，这个也很红，这个泥膜我是用黑色，好像是男生都是用黑色，女生好像是用另外一款是绿色，它这个叫做矿物什么什么矿物。什么泥膜这样，它好用就好了。对，这款是它有清洁的作用，像是我本身没有什么做脸的习惯，那现在就会定期去保养嘛，就清粉质什么什么之类的。跟小吴其实没有这个习惯，清洁型的面膜就很深得我心啦。真的红很久，那可以拿出来介绍。还好吧，我不想说哇，讲成这样，这都红超久。真知道，因为看我们两个表情都这样。已经知道，我们早就知道，这个真的很好用啊！你看我用成这样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也用太凶，我其实自己也有过，之前就有用过，是绿色的、啊，就是你刚刚说的绿色。哎、欸，那个绿色那罐很香哎、欸，你看你的味道，我用过。有擦、欸，是不是连味道都有分男女哦？我那个比较香氛蜡烛的那种味道，然后涂上蛮舒服的，它是那个毛孔紧致的那一种。黑色好像是控油的吧？它是要洗的，大概敷上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，它就会跟它可以干掉。干掉对，干掉。要洗要慢一点，对。对，我不洗的话我也要洗。太阳哎，不要这样欺负新手好吗？新手有 iPad 上的权利吧？练习 iPad。好，谢谢。都偷别人都来介绍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确实，它有达到控油的效果。毛孔紧致啊，你就会觉得这边都有搭。哦。毛孔会缩小，比较不会卡粉或什么的。有时候很显毛孔，一定要。女生容易出油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用，推荐给你们啦。好，下一个是社员介绍什么东西呢？最近爱用无盐蛋糕，不是爱用爱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真的不是叶配啊，不是叶配啊，我这样蛋糕太瞎了，哥，这不是叶配，真的不是。因为我上次吃，他们看起来觉得很好吃，然后搬来今天就带来吃。啊，我觉得超好，里面是那个戚风蛋糕，里面还有卡士达克。里面很多料哎，它认真有包哎，很好吃。他们东西很多都自己半透明的厨房，半透明的厨房。之前盛元在那边上班，我在那边拍看他。洗碗，别回头看你。然后戴那个帽子，再戴那个口罩，然后这样看我。在里面是应该更漂亮，因为我外戴久了，它上面糖霜都融掉了。啊，好是的，太多了。要不要留下几面讲？圣人自己带超多来。你知道每个面都要讲吗？你留一点吧。对啊，很多，不用怕。这很红啊，真的。韩国一定要带，我那时候去韩国，真的只带一颗。后悔。他很后悔。超后悔。一颗心还跟别人分。对。它好用的点是因为它真的很软，它的对材质很细，不像有的美妆店很不弹，很不弹，硬，然后要干久才会上面。超搓脸还出上脸上妆，很好用。下一个悠悠要介绍什么东西嘞？刚吃了那个蛋糕之后，我就觉得它嘴巴有点甜腻。我必须介绍一个很好的东西。对啊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因为我爸也有。我傻眼，这是 IKEA 的泡茶球。哎、欸，鸦雀无声是发生什么事？方便，这就是这样子给大家看。然后还好还惨，让我看看一下。这个大家看好好不好？我再让你们截图。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用，因为我本身睫毛短到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大家有认同那种？闭起来，然后人家就睫毛就已经夹进去了。
巴弄睫毛，睫毛呢？我说在这边，这边也有。然后这个东西是他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帮我买的，我觉得不便宜啦，就是大概500-600台币，就小小一罐，可是它可以用非常久。它其实打开就是像睫毛膏的刷头，它是透明，就是也没有什么颜色，也没有味道，重点是不会洗嘛，只要一两礼拜你就发现真的变长，真的变长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夹睫毛不会再夹到眼皮。私心爱用品就是这个隐形眼镜，不是业配，不是业配，我不是业配。小吴近视非常深，你们很多人不知道，小吴是高度近视，散光也很重，所以其实我戴很多隐形眼镜，我基本上只戴3-4个小时，我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。自从遇到海昌之后，海昌救了你，这样不是业配，不是业配，我发誓不是业配，因为我真的有吓到，那时候我戴，你知道我整天完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完全很。我眼睛干，我就会头痛。一盒里面是30，算价钱你自己查。反正我跟他讲，很便宜。隐形眼镜真的是要多试，找适合自己的。对对对，每个眼睛型都不一样，要去找。啊，这个就是珊珊推荐给我的。你东西真的有够多，你买不觉得不怎么样？他就给袋子，放在他超扁，他这么大一个袋子，真空袋。冬天有那种很厚的棉被穿不到，是很大件的大衣。很厚的棉被你不会拿来穿？我以为只有我听到。盖不到了，或者是那种羽绒衣。占空间，但是你这个你只要丢进去，盖子打开，衣服在里面，吸尘器插着，空气抽光，直接变超很超干窄那种，这在日韩都很红啊。对对对 ，Kia 的，这好买啊！换季的时候知道这个，让大家空间变大一点。但我的大衣超难受，不是一人一件的大衣吗？我们在韩国都要放进行李箱，我们两个人这样子，超贵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漂亮。很香欸，一直讲起我一直很想喝茶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我把它泡好之后呢，里面就不会有那种茶叶的渣，它茶叶就在就锁在这里面。好喝哦，19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四月之星爱用品大推荐啦，喜欢我们频道的记得分享分享分享哦。祝大家怎么样呢？开铃铛。看得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私心，就是一些私下爱用的东西，最真实的那一种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以上啦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